粘粘贴吗？我们再来一遍。你们现在玩够了吧，水翼小英雄？很快只会剩一座堡垒还矗立在这里，最好的那个堡垒，我的。哦不，现在他可以通过轮胎桥了，都是因为我的错。夜幕忍者的堡垒有很多新奇的东西，我看到之后也很想要。你们说的对，看到别人有什么东西时，我们不能全想要。没关系，猫头鹰女，我敢肯定我们总部现有的东西可以阻止他，我们肯定能把小蛇拿回来。我们绝对有东西可以拿来阻止他，而且还不止一样。水翼小英雄该上场了，耶！谁有最好的堡垒？当然是你，夜幕忍者。我们甚至再也不会有堡垒了，我们的已经被压扁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啊！这么大一颗毛球，他们想要干什么？把我赶出去吗？瞄得真准啊，猫小子，谢谢飞壁侠。猫头鹰女，你确定我们只需要打掉最底部的三辆车就可以搞定这一切了吗？就三辆，我们只要打掉三辆车，剩下的校车就会掉下来了。你喜欢毛球吗，夜幕忍者？我这里还可以给你更多哦。不，这不可能！该我了，鹰翔鸡爪来了！我的堡垒是最好的。我们该怎么找到一辆隐形的车呢？容易，无敌飞壁侠伪装术。如果看到鸡蛋悬浮，就说明它在隐形的东西上。猜猜是谁拿鸡蛋砸了机动车呢？是罗密欧。你说的对，让我们去找悬浮的鸡蛋吧。千里眼，找到了，但是好像变得更加难闻了。再怎么样也不会比罗密欧弄破那个超级巨型蛋之后更臭了。好了，睡衣小英雄，我们必须要在事情发生前阻止罗密欧。现在我们找回了飞壁侠机动车，我们来给罗密欧展示一下他能做什么。再多吸收一点恶臭吧，恐龙蛋，这将会变成有史以来最臭最臭的蛋。看来吸收的差不多了。你们阻止不了我，讨厌的家伙们！是时候放出这个恶臭蛋。飞壁侠机动车变形，我接到了。哦，天哪，他又跑了！第二次就没那么幸运了，水翼小英雄。哦不！你在干什么？扔得不错，睡衣小英雄，来接接看我速度最快的球吧。飞壁侠，你不能让那个蛋破了，我想到一个主意。飞壁侠机动车喷水，干得漂亮，飞壁侠。不，我一定要撞破那个蛋。我现在该怎么办呢？夜幕忍者总想要到总部去控制我们。啊，你要帮我吗？太谢谢你了，小忍者，当你需要我时，我该帮助你的。当别人遇到困难时，我们都该帮一把。抱歉，睡衣小英雄该上场了。现在如果想让我放了你们的话，就乖乖告诉我怎么样进入你们的总部。什么？没门。啊，什么？你下来了？没错，夜幕忍者，你永远不可能掌控总部，更何况还有我来阻止你。哦，所以是你让这只小猫恢复自由的，对不对？呀，困呀，无敌猫叫，结束。愚蠢的忍者们，我自己来阻止这些讨厌的家伙吧！粘粘贴，粘粘贴，粘粘贴，小心！哦，不要再去帮他了，你这个讨厌的小忍者！哼，嘿呀，哼！
超级猫速。好了。这样不公平。你们这群睡衣小英雄总是来破坏我的计划。猫小子，你要去干什么？帮忙。英雄会帮任何人，即使是夜幕忍者。哦，好吧，我得承认你的选择是对的，小忍者，我应该对你说声谢谢。走吧，忍者们。啊！这一下我抓到你了！哈，你以为你的小破车能追上我改造完成的超级忍者校车吗？哇哈哈哈哈！忍者校车看上去很结实，万一我的车扛不住怎么办？我们来帮你了，飞比侠。别担心，飞比侠，我来了。这下惨了，我被粘住了，救我！飞比侠，我们需要你的帮助。我刚听到了什么？你们需要我帮助？这是朋友该做的，朋友之间要互相帮助。你们两个也一直在帮助我。是的，所以从现在开始，我也要帮助你们。睡衣小英雄该上场喽！机动车，如果我没有忍者校车，那我就抢走睡衣小英雄的一辆车，然后把颜色喷成忍者黑和忍者蓝。猫小子、猫头鹰女，我需要帮助，我马上来，飞比侠。变成这样都是我的错，如果不是我在胡闹的话，他早就应该安全地躺在床上了。没关系，飞比侠，但现在我们得让他下来。拿着这个，睡衣小英雄该上场了。超级大力金刚手，我接住他了。飞蛾们，把我的月光刺拿回来。来我这边打呼，快来这边。我抓不到他，怎么才能把他弄到地面上？你们离他远一点，他是我的。哇哦！过来这里。加油，伙伴们，我们得把他引到床上去。我知道了，要用气味来引导他。卡麦隆总是跟着好闻的气味走，还记得吗？有了，饼干，超级猫速，饼干，好棒，抓到了！现在开始，你是我的木偶了。不，它是我的。夜幕忍者的标志，看起来他知道会输。你在拿飞比侠的蛋糕冒险，但我们成功了，还拿到了超棒的方大石气球。你有没有听我说话？我要办一个蜥蜴主题派对。别只想着那个，飞比侠，等一会儿你就能看到他们有多棒了。
啊！他们端着超赞的放大式蛋糕。我真的很想要那个蜥蜴蛋糕，但是这个没有用的蛋糕好像没人要。要不这样，我们大家交换好吗？哦，才不要！嘿，好，我们交换。哦，一个放大式蛋糕。是啊，这是最棒的蛋糕了，没有比它更棒的了。尤其是当你按下这里的时候。哦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哦，这根本不是什么蛋糕，它是一个黏黏鲜奶油飞溅的蛋糕炸弹。一个黏黏鲜奶油飞溅的蛋糕炸弹。没错，当最后一根冰柱也变成蓝色时，它就会把奶油溅到四处都是。当大家想要去清理时，就一个个的全部都被粘住。谁敢破坏我的派对，这就是教训。如果所有人都被粘住，就没有人能把菲比侠的蛋糕拿回来了。我很抱歉，菲比侠，这都是我的错。我刚刚或许是鬼迷心窍了，但是现在我有主意了。水翼小英雄该上场了。耶！啊，该吹灭蛋糕上的蜡烛了。哦，什么人吵吵闹闹的？记住了，第一个进去的获胜。我赢了。哦，那些无聊的水翼小英雄在干嘛？等等，难道是派对游戏吗？来吧，再来一轮。你们几个打扰到我欣赏漂亮的月亮雕塑了。那是猫头鹰雕塑，是你偷了它。不，我确定是你送给我的。不可能，那是我的。但它更适合我，不是吗？所以它应该归我。快说，说它是我的，快说。好了，超级大力金刚手。我的天，你这么飞冰侠。那个小短腿可以尝尝在力场里被冻住的滋味。没人能够进入我的月光巢，也没有人能够从我这里拿走我的月亮雕塑，因为它是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。嗯，哈，你拥有它的时间不多了。月之女，你赢了，雕塑是你的了，我们走了。我就知道最后你一定会想明白的。菲比侠怎么办？我们会救他出来，也会拿回我的雕塑。你只要走大楼的安全出口，然后从安全出口把门打开出来就行了，好吗？那我们就试试看吧。来看看，去吧，猫小子，快！一切都结束了，月之女。猫小子，这下子我能把这个小短腿还有这只猫也放进我的月光巢里，他们会被做成精美的雕塑。现在猫头鹰女要孤军作战了，你也想成为我月光巢里的一个摆设吗？啊，水翼小英雄该上场了，应该吧？好吧，我真的决定把它给你了，猫头鹰。月亮雕塑是你的了，放了菲比侠和猫小子吧。你真的说了它是我的了？它永远都是我的按钮，我的机器人就会待命了。别做梦了，罗密欧！哎呀，什么？自求多福吧，讨厌的家伙！我干了什么？超级电脑组装成了机器人猫小子，三个机器人可不行。就你了，给我把这只小猫关起来。哇，这真是一场灾难啊！现在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了。不，葛瑞艾玛亚前来救援。什么？啊？不完美的机器人，你们两个家伙是怎么从里面出来的？就用了一个发卡，真是太神奇了。你们两个真是太棒了，即使没有超能力。谢谢，这没什么。你们是对的，我应该早点让你们帮忙。快点去抓住他们！水翼小英雄该上场了，你们也一起来吧！超级猫速！帮我一起打败罗密欧，比成为超级英雄更有趣。艾玛亚变身为猫头鹰女，葛瑞变身为飞比侠，水翼小英雄。我们要拿到罗密欧的超级电脑，
如果关闭了它，就能阻止机器人了。那我们就行动吧。嗯，去帮其他人，机器人猫小子。飞比侠跳烂！啊，你们谁才是真的飞比侠和猫头鹰女啊？我是真的猫头鹰女，我是真的飞比侠。我是。哦，忍者们，扔掉那些睡衣寿司卷们！猫小子，救命！猫头鹰女，飞比侠！猫小子，救救我们！猫小子，救命啊！现在就去我们的下一个拍摄地点。我不能在追赶夜幕忍者的同时去救我的伙伴，他是在耍我玩儿。猫头鹰女说的对，生气一点用都没有，尤其是生他还有飞比侠的气。睡衣小英雄该上场了，而且还要像方大师那样冷静。哎呀，走错了！救命啊！伙伴们，我来了！救救我们！拜托，猫小子，快点救救我们！天哪！会没事的，跑快一点就行了。超级猫速！猫小子要保持冷静，按照计划去拯救他的伙伴们。别担心，伙伴们，猫小子回来了，他现在冷静又放松，就像方大师一样，超级猫速。终点站到了，亲爱的乘客们。哦，这一路真是惊险。谢谢你救了我们。不用客气，而且我很抱歉之前对你们发脾气了，我真的是太糟糕了。没关系的，真正的猫小子回来了。谢谢伙伴们，我现在有一个主意，如果惹夜幕忍者另一个骗局，我就知道。我没事。哼，我已经厌倦了只有一个睡衣小英雄的声音可以玩，是时候把声音一网打尽了。不，我好生气，声音他把我们的声音拿走了。也就是说，天才罗密欧把我们三个的声音都拿走了。那是因为他太了不起了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没了声音就什么也不是了，再也没有办法能够打败他了。而这些都是因为飞比侠没能及时把他的声音拿回来。罗密欧是一个天才，他是天才。哦，你想说什么，飞比侠？哦，你是想说现在睡衣小英雄该上场了？你是不是没睡醒啊，小短腿？想想看，有了这些声音，我能做很多有趣的事。睡衣小英雄将受到大家的谴责。哦，这比我想象中的更好玩多了。我怎么停下来了？或许是发动机出了问题。我想说我的招式才是最棒的，所以我获胜了。再一次，这里没有人可以比得过我，猫头鹰女才是获胜者。飞比侠，猫小子、我们下来。哦不，别只你抓住他们了。哦，要不是因为我总想着打败他们，他们就不会被抓走了。嘿，睡衣小英雄该上场了。第一队获胜了，看
更讨厌的家伙们，看看我的飞蛾们运输战利品的速度有多快。嘿，原之女，你的飞蛾们不错，但是我敢肯定他们没有强壮到能够拿回那个最大的玩具，那个巨型霸王龙。什么？这简单，我会让飞蛾们帮我把这个玩具拿回来的。什么？不对，你们这群愚蠢的家伙，我是要你们一起合作把霸王龙玩具拿回来，明白了吗，飞蛾们？谢谢你，猫头鹰女。这没什么。抱歉，菲比侠，我不该对你有敌意的。我也是，猫小子，我们都有点失去理智了。不是你们两个，这些都是我的错。我很抱歉，我把所有的事都变成了一场比赛，就只是因为我想每次都能赢。快从我身上下来，你这个大耳朵的家伙！月之女是不会放弃的。一只小鸟告诉我，我们现在应该停止比赛了，然后一起获胜。没错，抓住他们。好了，睡衣小英雄，现在该把这些蝴蝶带回家了，温柔一点。你们好，蝴蝶们，想跟我一起飞吗？让我们往这边飞。看看我的颜色，蝴蝶们，快来，我便给你们看哦。什么？你们喜欢那些美丽的美丽的？没错，月之女，现在轮到我了。对于之前的事，我真的感到很抱歉，但是我努力找了一些花来给你们。这里，请跟我们走吧。就是这样，做得好，蝴蝶们，谢谢你们。我，喂，什么？我的月光瓷怎么失灵了？等等，蝴蝶们，不能跟他们走。飞蛾们，你们在哪儿？飞蛾们，你们这些家伙在等什么？抓住他们！我说了，去抓住他们！你们这些没有头脑的飞蛾！哦，你们好，你们也想一起来吗？你们来，我们会很开心。是啊，我保证一定会对你们好的。不不不不不！现在我已经没有任何助手了。看啊，我甚至觉得有点对不起月之女了。对不起，飞蛾们，我以后不会再想要替换你们了，你们会跟我一直在一起的，对吧？飞比侠，我有一个计划。等一下，我有一个更好的计划，真让人懊恼。要是我能够坚持自己的计划就好了，再加上我的无敌超能力，睡衣小英雄该上场了，超级吸力盘。现在该实施我的计划了，你们要做的是尽可能帮我撞击罗密欧的冰道。现在准备好做冰弹球了吗？或许飞比侠的计划有点用，来吧，来撞碎这些冰吧。这些冰块人居然想要撞碎我漂亮无比的冰道。现在我要让罗密欧看看如何在冰上行走，超级吸力盘。你好，罗密欧。用我的超级吸力盘，我能在冰上走得比你更好。你在胡说！我的雪橇是由一个天才发明的，就是我。所以你这个笨头笨脑的家伙是绝对不可能打败他的。明白了。你等着瞧吧。冲啊，飞比侠！追不上我了吧？超级大力金刚手！
罗密欧。耶！是时候把你们解冻了，睡衣小英雄。哦耶！干得好，菲比侠！哦，菲比侠，小心！刚才那样真是太棒了。我有点困了，但我还是得继续啊！小心前面的墙！我的天哪，实在是太高了！你别紧张，不然会掉下去的。没错，要小心点。真棒！我要让它降落了，慢慢的降落。做得好，我就知道你能行，菲比侠。看，只要去尝试就行了。没错，飞蛾们，快点放我走，睡衣小英雄。该结束了，月之女。是的，我们拿到了月光飞船，你就没法偷更多的礼物了。哼，这不公平！我从来没有过过一个真正的圣诞节，永远都只有我一个人。什么？你总是一个人过圣诞节？天哪，那真是太悲伤了。嘿，你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过平安夜呢？跟你们吗？是啊，我们必须把这些礼物和装饰品送回去。你能帮我们？那样大家都能过圣诞节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吧。我想，快上来吧，我们一起去拯救圣诞节。耶耶！啊！忍者们在一起的时候比较强壮，但我们也一样啊。睡衣小英雄该上场了，我已经有主意了。飞壁侠让我在四周看看，然后我就找到了这根旧绳子。你呢？一辆坏自行车，就是它了。我找到了煤气的皮球，来吧。就是这样，忍者们，舒适又贴心。嘿，忍者们，这里还有些运动器材，你们没拿到哦。谁想要你们这些垃圾？你们要？哦，好吧，好吧，去拿吧。你们这么强壮，一定很容易得手的。你们是强壮，但如果我们一起这样。现在你们没有那么多人了，就变得弱小了。什么？又来了几个飞壁侠？这里是最后一批了，无敌鹰翅！有这些树来挂着你们，你们哪儿都跑不了了。耶！等等，我是说我来跟他们一起练习，不是你们，睡衣小英雄。好吧，轮到你了。来吧，忍者们，你们终于可以和他一起练习了。啊！不是一次全胜。猫小子，你在干什么？我被卡住了，我想尝试操控翼龙追上你，跟你继续做朋友。但是现在罗密欧又拿到遥控器了，我们两个当然还是朋友。哦，这都是我的错，我应该早一点跟你和好的。哦，讨厌，谁在乎啊？猫小子！睡衣小英雄该上场了。一切都该结束了，罗密欧，没人可以伤害我的朋友。快抓紧我，踢他，猫小子！
我想你应该是掉了什么东西，罗密欧。什么？不，别跟着我！这应该是近期内我们最后一次见他了。水翼小英雄，一起欢呼吧！因为在黑夜，我们拯救了世界。就在这儿了，巨大的翼龙。哇，太酷了！那个好棒啊，真酷啊！是我啦，卡麦隆，这样不好。你上次也看到艾玛亚有多害怕了吗？对不起。就这样，汤姆，没关系的，就只是个玩笑嘛。我接受你的道歉，卡麦隆。